车来。开车太辛苦了。好。让心跳继续一百亿，砰砰砰闹心。哦，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很想你。陈哥，嗯，还好没被看见，怕别人看。不怕，有什么好怕？我相信你心。你说你是来办事的，来得及吗？我可以自己叫车走。答案呢？那我喝完这个就走。今天休息，不急，你慢慢喝。